是不是可想念我了？今天嗯，那呗。小李子呢？包子打完了。不是，我在家等他了的。嗯。小李子呢？在屋呢。你东西到了。啥呀？什么呀？什么呀？你正常点儿。正常点行不行？跟你们说啊，小李子这不车贷款还完了吗？接下来又开始还贷款了。原本不富裕的家庭，雪上又加霜。你可以不要，你要不要？我问你、啊哎。快点出来采风啊！我吧。太难了。你姑娘说她要。她的手机上次修完之后吧，电池不好使了。然后呢，托我在网上帮她买了一个手机，因为我那个号能按揭。完了，月月她再把按揭还给我。哎，你这咋混的呀？自己那招都按揭不了。哎呀，闪闪发光啊！苹果14，我看我啊，是不是256的？对，给你自己猜吧。我就为了等他呀，人家给我打电话给我送货上门，我都没敢来这么早，要不今天来了我走。谢谢大姐啊。白色牌子。白色也行吧。哎呦，我忘了家里有那个钢管的，拿来这种粘的。小李子比我都有钱呢，小李子比我都趁呢。哎呀，用十四呢。哎呀，我都用6S。你见都没见过。嗯，还有白色的。他这个手机你们知道咋的吗？不上次坏了，给他修完了之后，这个电池，比如说现在是90%电量，过个5分钟一下变10%，就赶紧充电，完了一整就失联了。我们找他就找不到，所以我小妹就说给他重新买个手机吧。嗯，重新买完了我还。那还用你说话都让你说了。我不发话你敢买吗？对呀、啊、他不发话我能帮你按揭吗？一个月还900多块钱啊，月到月还多少钱？还半年好像是。我看一下啊。5899，983块，1.6毛六息的免利息啊。每个月还我983，6个月按月还我啊！一年行不行？一年不行，一年一个月还300，不是一个月还450。嗯，这样我压力没那么大。这有啥压力的呀？你先还车贷款，不照样也还了吗？那不一样，那我没有多少钱了。车贷相当于2000呢，你这个才还1000。这都是自己造的孽，真把手机摔坏的。这个手机刚修完没多长时间，看那屏又碎了，而且不是外头膜，是屏幕。你现在这个新手机你给我好好用啊，你别像之前这个了，没事就摔两下子，完了又不贴膜的，听见了吗？膜钱你给我付了。让我姐给你贴，我姐贴是免费的。哎，你别整了，那个手机壳跟膜我家有，回家我给你那什么，我给你粘整。打开看看呀。那你开吧。这个能打开吗？可以。有电加机的吗？这个摁旁边，就是这个吗？对，摁住了。行啊，只要过手瘾得了，你可不能过眼瘾啊，这玩意看住了啊。我喜欢我妈妈手机的那个壁纸，你知道吗？大橙子的壁纸是我跟俏俏，然后那天呢他跟他朋友出去了之后，他问他朋友，你为什么不把你家孩子跟妻子的照片放到这个屏幕宝上？他说了一句话，大橙立马换了，现在换的是系统的了，一晃一晃的晃媳妇儿跟孩子不好，他怎么说的？一听也对，老晃孩子跟媳妇儿，他给改了。你说他们那逻辑都逗死我了，说你老晃你媳妇儿跟你孩子多不好。那他的手机就是我跟萌萌呀。其实每个人的思想不同，你该放放啊，该晃晃。他又时刻提醒自己，我结婚了，不是孩子。等我大姨帮你爸整完的啊。检查一下，他就兴奋完了。我在想，我有病，这手机给我管。啥玩意儿？那手机跟你没关系。那手机可能跟你一点关系没有。嗯，激活呢啊！你现在不是玩手机的时候，等你大了。你大了，爸爸就苹果给你。我不要苹果的。我给你们。你说我姑娘都不要你给我的。他们等上大学了，我等你们可以用手机的时候，我们肯定会给你们买一个好的，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段不是你们该用的时候。你不觉得上大学的时候自己出去打工赚钱买更香吗？那我你爸爸咱过得才好。来给你那个人脸。哇，对对对，人脸
他不会这种系统的，他用安卓用习惯了。之前他看中了一个华为的10000几来的，有点太贵了，后来就放弃了，换的这个。对，这个、那个折叠屏的，后来他想了，就他这种手的哈，嗯、那屏要坏了就废了。这个比那便宜一半，也是我们的建议，买这个的。真便宜一半。是吧？那个是14000多。小妹现在，你也真敢想啊！哪来的勇气啊？往10000顶顶？破罐子破摔呗，你咋整？密码设置一下。现在我们的手机密码都是防雷、防电、防孩子，要不然这孩子摸到就是你破解开了。嗯，一不小心他们就摸，真摸呀。完还不松手了。嗯。来采访一下小李同志，有新手机了，开心不？开心，开心，开心。重要事情说三遍。我这是刚从车奴抽身出来变成手机奴了。6个月太难了。